这一次有你想要的东西吗？没有的话，我就可以再见你一面了。别花太多时间。我会为你演示破局的技法，但真正的利刃永远只存在于你心间。雷鸣之刻，嘿，你抢得到。你好，我叫雷电牙医。你的名字并不重要，绿者。而且我也没兴趣记住将死之人的名字。继续绿蛇。绿蛇，你的力量就只有这种程度吗？拿出你真正的本事，让我知道你有被我殴杀的资格。没错，绿蛇，如同你在其他地方所做的一样，把这片纷争的乐土化作真正的地狱。我得保存体力才行，这家伙很强。为什么还在迟疑，绿蛇？释放你真正的疯狂，用你的全能征服这片战场。这些崩坏兽的反应不正常，他们不是冲我来的。残弱不堪，只有这种程度，你怎能有资格承接我的怒火？站起来，继续厮杀，将一切豪杀殆尽，至死不休。仙鸟拔刀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救下你一条小命的人。哼，你看上去更像是要杀我的人。险些命丧别人的猎场，却反倒要怪他的猎物太过凶猛，真是可笑。直说了吧，绿哲，无论是承接我的力量，还是承受我的怒火，现在的你都还不够资格。我也不打算和你再浪费更多时间了，绿哲。要是你还想从我这得到些什么的话，那就自己跟上来，让我见识下你心中的怒火，告诉我你有成为后继者的资格。我会的。那你就带着那一丝熬灭的力量继续前进吧，绿哲。我们还会再见面的。熬灭，熬灭之名，千劫。万物は焼かれ、
己の身も壊れていく。生死存滅、黄滅だけが永遠に燃え続ける。趁着休息时间，让老师我走吧。电闪雷鸣之刻，旅途漫漫，但你绝非孤身一人，谨守本心，万物动摇。以前也和他一起来过这里，我们从神明手中夺取力量，正是为了将他从神座之上拉下来。而你，神的使者，你能把手探到更高的地方吗？所谓刹那，不过是唯有在生死的一瞬，才能得以展露的奇迹。雷鸣之刻，走吧，开始行动。表情，你一定已经见过千劫了。那个男人是怎么回事？我以为会选择留下记忆的融合战士，至少都懂得该如何与人交流。准确来说，他当时没得选，
但这不是重点。你看，在我们那个时代，没有像雅依你这样美丽、温柔又善良的绿者。对我们而言，这也是一种全新的体验，大家都是第一次和绿者交朋友。而千杰，他其实是个比较内敛的人了，还是多给他一点时间吧。内敛？他对别人不是这样的吗？好像也差不多。好吧，不过在某种意义上，他倒是很符合我对前文明纪元的印象。那就头疼了，给你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呢。你也知道是不好的印象啊。哎呀，总之，这个给你，你可能会需要这本书。千劫面具一百问，从入门到精通，作者艾莉西亚。从零基础开始，教会你该如何与千劫友好相处的指导书，简单易懂，谁都能立即上手。在烛火之额，这可是和求生指南一样的必读书目哦。有了它，你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向他搭话了。如果失败了，放心，我也会提供售后服务的。